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，没有未来的人们走在错误的路上，抵达失败的结局。好啦，冷静一下。你的样子还真有些别致呢。哎呀，别生气嘛。是的，我会哭的。抱歉，得让你失望了。英杰们的谢幕必须盛大而壮丽，只是你我二人独处显然有些寂寞呢，你说对不对？我的好伊甸。没错，艾丽，让我们开始吧，最后的舞会。结果还是想着拉上所有人一起，所以我才这么讨厌你，艾丽西亚。你明明也很开心嘛。将一切毁尸万段，这一次可不会接回去哦。这样一来，乐图也将投入最后的命运。这是在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景象。希望我们留下的痕迹能为后人开辟未来。准备好了吗，艾丽西亚？文明的颂歌，这是被称作英杰的人们的故事，是十三位夺火者未尽的旅途。但来访者，你们的道路仍将延续，不是吗？那就心提心意前进吧。
们所未能迎接的未来吧。My name when a tree says a race. When sad again, telling a story lost in time. The way it starts and the way it ends. Never again making a story sin is made.